在干嘛？搬来几个干竹子？这先把那个几个箱装起来，那个几个板装起来。下午就得走了，把几个板装起来。呀，他弄的那几个板，回来打磨就上那几个板。速度加工速度也得减啊，减组织转速，加工速度也得减，要不然车就不像个东西了。上面那个料挖的厉害，颤的厉害，站远一点啊，料断了打了你了。看着上面那个料颤的那么厉害。